恐龙。将整副骨架化石拼凑起来，就能知道当初的恐龙是什么模样。让我们来看看禽龙的样子吧。有些禽龙平时用四足爬行，奔跑时则会直起身躯，用后足奔跑。在许多博物馆里，你都可以看到恐龙骨架化石。拿梁龙举个例子吧，它是最长的恐龙之一，